大家好，我是农民营养师苗养生。在这个农村的这片广阔的土地上啊，生长着很多的植物。我们小的时候啊，常割它来喂牛、喂兔、喂羊，却不知道它有什么作用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了解一种农村常见的一种草啊，虽然是一种草，可是作用还真不小啊。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种草呢，它喜欢长在这个路边啊，或者是这个山坡上。它的名字呢叫劲草，它的别名呢叫绿草、绿竹、王竹、栗草、黄草、细叶秀竹、马耳草、马耳冬草。我们这里的人呢都叫它这个马耳冬草。大家仔细看啊，它的这个叶子是不是很像马的那个耳冬啊，尖尖的。难怪人呢叫它马耳冬草。它呢是一年生草本植物。杆细入无毛，高可长到30到40厘米，分枝多节。大家啊，在这个还没有真正了解它的时候啊，肯定认为啊，它就是一种用来喂牛喂羊啊的杂草。其实呢，它是一个中草药啊，有止咳定喘、减毒驱虫的作用。当然，具体的病情呢，还需要咨询当地的医生。在医生的指导下运用。你还知道劲草的哪些作用呢？欢迎大家啊在评论区评论。我是农民，也是名营养师，感谢你的收看。还没有关注我的朋友呢，记得点一下关注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